New rental listing. Let's go. Follow Tracy. 我们一进门呢，在我们的右手边是它的 closet， 我们看到它已经 upgrade 了。左手边呢是有个单独的 laundry room， 现在已经很少有单独空间的 laundry room。然后再往里走呢，紧挨着这个 closet 是一个大大的凳，这个凳完全可以作为第三个 bedroom。然后凳呢还附带着洗手间。直接进门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厨房了，整个厨房。closet， 你可以是 walk in 的型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阳台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阳台是完全 go through 的，是直通的大阳台。下面有直接的 Loblaws 超市，我们可以直接进行购物，还有所有的商铺都在你的沿岸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步行就可以生活非常非常的方便。大家有兴趣的赶紧联系我吧。